本节目由让嘴巴去旅行的良品铺子联合冠名播出，无可挑剔的零食让女神不再挑剔。本节目由躺着就能逛的天猫超市联合冠名播出，找灵魂美食上天猫超市。下角这个订阅按钮，你二大爷可以送签名照。哎，对啊，听说呢，参与播放器下方的互动话题呢，你大爷送大礼。你大爷，我大爷，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啊？但礼品你参与了才是你的。对，没事呢，在评论里边多骚扰你这二位黄钱大爷呢，自然就能蹦出来礼品了。还不赶紧的，快溜的！我认为灵魂美食的定义是什么？灵魂美食就是它贯穿着你一生的那种热爱吧。像我大概是和 cheese 有关的，我总是有一种味道想吃的，就是我对香菜，而是最能够激荡起你内心深处那个画面重新出现在眼前的那个美食，当年的那时那情那景就会再一次浮现在眼前。所以我知道他那时候有那么多人就是为他做菜，这个是多么幸福的一个事情。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事情，有点感动。哎呀，我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开心，而且我觉得是值得的，毫无疑问，成就感肯定是有的。每个人的灵魂美食是不一样的，主要要走心嘛。如果可以用我的菜赢到他的爱，挺不错，挺幸福的一个特权。做很好吃的东西。嘴巴去旅行的良品铺子和躺着就能逛的天猫超市联合特约播出的《超级碗厨房》，同时感谢超级小家电引领者小声电器的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王磊，哎，我是海泉，哎，我还没说，最后一期，最后一期就这样啊，最后一期啊，哎呀，好，今儿哎，各位，大家握握手，真的是最后一期了，最后一期，你们这终于可以摆脱你们几位了，对，简直像噩梦一样，阴魂不散啊，我没想到。你们是这样的人，我是这样的人，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人啊，只是我们不知道，哎，我有隐藏。废话不多说，你们先看看啊，今儿这环境里边，这是哪儿？介子哪儿？锦门故里。锦门故里，天津。天津哦，感冒了，那要来一个天津的节节。今天呢，我们来了一个这个非常可爱的，可爱，哎，可爱，美丽。最近她演了一个戏呢，也在热播，所以呢，这个她是来自于我们天津的。我们呢，一起来迎接今天的超级女神，好，有请，有请。把门打开了，行行，看不到，看不到。哇哦！啊，哎呦呦，哇，看不见，看不见，看不到，看不到。像那个选美冠军的手势，哎，好亮，微微一笑，哦，特别倾城，啊，小彤，小彤，毛小彤，哇，哇，还贪毛毛虫，要是你再说小彤，我代表九零后削你。但只要和你在一起，天下四处都是家。啊，我不打针吗？我不打针吗？你好，你好，哎，怎么了？哎呀，这个节目要完了，以后见不着女嘉宾了。就瞧你这点出息。这之前跟他们认识吗？这四位？不认识。啊，你运气，你运气真好，运气不错。对，知道吗？在梦里，是你，是你，就是你，是你。梦见就是梦见就是，我一转头，我们管教管教的不好。你好，我叫李子峰。你好，啊，我叫啊，英文叫 Henry。嗯，啊，中文名字叫刘宪华。嗯，你可以叫我宝贝儿也可以。成功了 ，Michael。介子，天津的姐姐哈。天津的姐姐，她叫你姐姐，你忍着点行吗？江湖地位高。
都叫姐姐。对对，在街上碰见了也叫。这懂行了，懂行。谢谢姐。什么呀？你的手怎么了？你吃了没？还没呢。还没呢，待会儿给你个腱子脖子呗。行啊。我叫 Michael。Hello。让你很高兴。够了，过招了。来，刚才锁眼睛的时间太长了。Hello， 小东是吧？对，我叫小南。嗯，他来人，这什么玩意儿？干掉！这什么玩意儿？别吓着人家姑娘。我以为蹦出一人参娃娃来了。哎。欢迎收看由优酷独家播出的开胃烧脑走肾辣眼并且相当令人头疼的灵魂综艺创业吧厨房，同时呢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的活动啊，有大奖。你是在天津是从小到大吗？到13岁生在天津。对，生在天津，然后13岁到北京开始上学。然后应该是对对对是学舞蹈学舞蹈啊。难怪气质这么好，难怪气质这么好。哎呦，胖了！哎呦，你最后一期要疯了你！李子峰，这你们知道天津有什么美食吗？十八街麻花呀，十八街的大麻花，狗不理啊，狗不理包子吗？包子。我呢，去一个城市都会因为一个女生才去那里。我受不了，胖子又来了。太讨厌了这个。其实啊，大家通常老一说天津啊，就说到什么狗不理包子啊，十八街的大麻花啊，嘎巴菜啊，什么这个耳朵眼炸糕啊，这个煎饼果子。其实天津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哎，非常多。我们来了解一下小童的内心深处的灵魂美食到底什么。我们一起来谈毛小童的灵魂美食 best。哇，耶！小心点啊，马上就会发生一个很奇怪的事。很奇怪的。哇！哦，美猴怎么还掉汁儿了？掉那么快吗？还掉这盘子，头天是装什么去了？还成了菜是吧？好。厨男们会不断地提出问题，如果女嘉宾回答是，黄磊接受托盘惩罚；如果女嘉宾回答不是，胡海泉接受托盘惩罚；如果厨男的回答是错误的，也将受到托盘惩罚。哎，又偷看，看骂套，我看粘好了没有？一介等狗，一介是骂回事儿嘛？老二，你不用跟我换是吧？你就不要来套路了，反正最后一回了，砸死我算了。我最怀念的姥姥做的骂料理，你最耐的是你姥姥做的甜点吗？是甜点吗？是甜的吗？不是，不是，怎么还敢套？不是好，不是好，不是甜点啊。那怀念是一种料理，是日本料理吗？是日本料理吗？来，人家问的没错，不是，万一没说他来了是海外回来的，他也不是个日本华侨。哎，我知道的料理啊，我就知道日本料理这四个字。我把你料理，没，快坐下。老二，他问的没错，他说啊，是不是日本料理？你写的料理吗？对呀、啊。是日本料理吗？不是，不是，念了，来，好了。我弟弟没文化，还有一个料理呢。哎，不，是不是韩国料理？开玩笑，确实啊。什么不开玩笑？说不定是五花肉呢。对啊，是不是韩国料理？不是。哎呀，怎么？哎呀，老二不换，不会这样的。老二不换。对，天津人爱吃海货，是不是？大皮皮虾，哎，皮皮虾，哎，对吧？哎呦，都哦，哎哎，有抢答，啊，都是对的，南哥，是不是虾？是不是虾？虾是虾，果然是一下就答对。哎。来，各位，小童最怀念的是他姥姥做的虾，哎，我们那边叫烹大虾，其实就是红焖、红烧，油焖，对，油焖。我姥爷是浙江人，绍兴，哦，那是喜欢甜味，对对，绍兴人，他就比较喜欢放一点糖，所以我的口味也是喜欢吃偏甜一点。所以其实小童不完全是北方人，是南方人，混血，怪不得。
饭可漂亮啊！啊！二大爷，你为了说句好听话，真的是啊，真的最后一期了吗？我要解放飞镜。对，下一道题啊，另外一道题。每次去拍戏，我都会带一些嘛玩意儿。是姥姥吗？直接抢答了。直接抢答。说吧。每次拍戏你都会带一些老干妈。说说是你也太自信，哪来的自信啊？好，别抢答，来抢答。每次去拍摄的时候你一定会带那个什么榨菜。榨菜。咱们说的都是这种下饭的。等会儿。我跟他，我觉得他每次带拍戏去带的东西，应该也是我爱吃的天津麻花，是吗？是还是不是呢？不，你看看，没有关，你怎么可能？我爱吃，你看到你跟他爱吃，他爱吃，我也爱吃，他也爱吃，什么呀？啊？哎呀，拿过来了！来了，天津麻花。谢谢小童，我还准备什么？麻花，我可爱吃这个了。谢谢，我发现好吃，大爷好吃。我来到中国，教会我一句中文的成语，叫礼尚往来。你送我麻花，我送你玫瑰。谢谢。麦克，你来中国还是来得太晚了。我就跟小童说一句话：吃你的麻花，我就是你的人。这什么东西？什么玩意儿？哎呦，哇，好漂亮啊！等会儿，大家猜猜哪个是他？你有病啊！中间那个，当然是那个。对啊，你看最漂亮的那个，最漂亮的让其他女生觊觎的那个，你看旁边那个眼睛看着他，哇，好美啊！对啊，来，你以前是在舞蹈学院吗？哦，不是，不是民族学院，也不是，我在体校。体校，练体育的。不是，因为我是学国标舞，国标舞归为体育舞蹈。哟，国标舞，他们几个都叫国标，尤其我们 Michael， 我他那是八卦，他那是标，你这是发标，体育舞蹈。既然您是专业的，那来一个，展示一下，来展示一段呗，展示国标舞，可以啊，来，真的，掌声欢迎啊，换鞋，小童的上榜，加油！哇，哎呀，打开天猫 APP， 搜索灵魂美食，抢百万红包，一分钱带走记忆中的味道。本节目由外表超萌、厨艺超能的小熊电器特约播出，小熊电器创意小家电引领者。本节目由世纪天猫超市比大小、比长短、比多少、比颜值的良品铺子和先左门口播太长的天猫超市联合冠名播出。对，同时感谢咱们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小熊电器特约支持。第一个游戏的名字叫给女神献花。这个游戏呢，我们分成两组，先要脱掉别人的袜子，再抢到这个纸条，再把花找到献给女神。第一波是谁来着？
好，打完脸先上。我要打他，不是打，脱袜子。够你啊！今天指使啊！哎呀，我的手放下！别让他！那我换人，你过来。没有了。预备，开始！不许转身！开始！不许转身！等一下，等一下，脱了袜子，快！等一下，好，等一下，等一下。哎呦，扶一下边。这是笑话！咱们负责扶边啊！是蒙古来的吗？子枫，你小心啊！子枫，你小心啊！哎，不要上去，规则点，规则点，好。子枫，你小心啊！哎，你要上去，规则点，规则点。哎呦！一直动！大华太弱了！快呀！大华太弱了！一直动！有准！有机会！有机会！反击！导航有机会！站着！有吗？有！小心别踹到脸！有！谢谢参与！导航有机会，导航！快点 ，Come on！ 哎呀，你也来得及。快点！抓住他，别让他过去。送过去，给我送过去。干嘛去？什么东西？谢谢。我有比较多。谢谢你了，大黄，你下来吧。面对现实好吗？谢谢参与。对啊，我们进来。预备，开始。现在开始啊。什么东西这是？玩什么东西？少年 ，Come on！ 你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快点抓他！抓！抓！这个厉害，这个。抓他！等会儿 ，Come on！先抓屁股上了，这哪里？什么东西？时间奔下三路来了。对，你是青蛙功啊，蛤蟆功。好可怕，很难对，特别可怕。可怕！哎呀呀，相当精彩。蛤蟆功太可怕了，那我也来呗。一下就完了，抓住了，完了，那手不够长，抓住，关键是手不够长，手够不着，不要伸着手，够了脚，够不着腿。哎，这高度太高了。脚里站着呢，还把那个抓在脚里了，你知道吗？还有招，我跟你讲。哎，到哪儿去了？在露出来，在地上，在地上，在后面地上，在后面。厉害！快，谢谢参与。快！这种追女孩不要命的精神还是值得回家的啊！都可以，都抽筋儿了。
OK， 好，好，现在是决赛时刻了啊！来，这是一个势均力敌的比赛，看上去，看上去，预备，开始，我用气。他一次，你看啊，这要摔跤的。各位，在动物的世界里面，为了获得异性的青睐，最重要的就是要展现出你雄性的魅力。哎，这两只猩猩斗争的非常激烈，为了争夺一个权利。哎 ，OK 啊，他们为了达到对方的霸，已经拼尽了全力，已经拼尽了全力。哎呀，失去机了，机会来了。哎呦我去！哎呀，哎呀，打他屁股，夹住。哎呀，他没夹住，也没有给我震传。哎呦，左手对，左手，哎呀，漂亮，漂亮，接板接，好，去，两个长腿是吗？哎呀，什么什么看不清楚？哎呀，你，帮我怎么办？什么？还有一只，锁住，抓住，抓住，抓住，好，那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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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乱动。不要了、啊！谢谢参与，谢谢参与。哎呀！谢谢，谢谢。你有多损呀、啊？当时，你那么努力。第二个游戏，我们看一下什么？接住绣花鞋。你们四个人分别选我们两个，然后二大爷，有经验，二大爷，大爷吧，大爷，大爷。这种小时候玩这种双兰花的，把大爷二大爷架起来，拿后鞋在上面接。你们试一下我的重量。二大爷出车祸脖子坏了，那都我还得逼着身子。啊啊啊！好，计时。我要那么高。对对对，别贴着我脸啊！可以可以可以，开始，可以可以，好，继续。哎呦，太大了！我太大了！继续。哎呦，太大了！哎呦，太大了！轻点轻点，高一点，轻一点，轻点轻点，高。轻点轻点，高一点。哦、oh, no！ 往后点，一点，哎呦，找一个回合。哎呦，好痛！往后点，往后点，往后点。这主要靠小童。快快快！哎呦！来来来，快快快快快！来来来！哎呦！哦，可以可以哦，可以可以，来一点，有吗？有。不动，王哥，哎呀，小红厉害了，哎呀，到啊，你到，放下，好，非常厉害了啊，练练，你这样饭勺我要，我给，走，站，站，站，啊，中，一二三，送你，好绣花鞋，送你，好绣花鞋，现在，来，计时开始，动，开始，动。熄灯吧，啊，熄灯，这就熄灯了，来，下来太突然了。其实呢，是由我们两个人一对一的比拼，啊，对，我们呢是这样，用鼻子孔啊灭蜡烛，
就一口气儿，一下啊，吹多少？比如说你们俩跟着我这组，我赢了，你们俩直接你们俩决赛。好，导演你先来吧，要不你先来，我先来。吹，就一口气儿，一下啊，吹多少？不，这样啊。我先试一下，这样是不对的啊！我先试，我也试一下，这不容易。哇！哎呀！哇！哎呀！哇！哇！四个可以啊！好，那老二你先来吧。好 ，OK， 我来。好，好，你得那个。恭喜大爷，我是靠运气，交给你们俩了。你看浪子也变多了，现在呢，谁最先用的时最短，把这三十个都吹灭了，谁就赢了，好吧？好，开始来，准备好了没有 ？OK， 好，来，三二三，go， go， 哎，对，坏侧面，可能变坏掉的，侧面变坏掉了，别老上了，别老上了，把别老上了。把这毛病，对，找到，哎，那我帮你吧，我帮你，哎呦，哎，找到办法了，哎，简单这个方法，我的脚，简单，加油，简单，哎，对，哎对，哎，你的方向对了，侧面，感觉你身上风不行，不靠靠风啊，哦。找着！哎！我害怕，大华，我在哪里？现在打开天猫 APP， 搜索“灵魂美食”，抢百万红包，一分钱带走记忆中的味道。你先放下这刀，你不相信我？互相伤害。你把虾给放下，都干掉。有劲吗？把刀放下。子峰哥，给我尝尝呗。干嘛呢？不敢。试试。天哪，一万个免单机会，5万分 VR 眼镜下单即送，还有10万分零食1元秒杀！哎呀，了个亲娘嘞！我这个，哎呀，良品铺的双十一免单机会 ，VR 眼镜1元零食，等你来抢哦！本节目由高端生活用纸品牌洁柔纸巾联合赞助播出，洁柔纸巾湿水更好用，可做洗脸巾哦。赶紧让我们换个地方，正式开始我们的灵魂美食厨艺对决吧！来，三二三，开门吧！厨房，这是厨。回到天津，好了，走了。看看我们的小童变成了多么美！哇哇，好漂
漂亮，漂亮。哇，胳膊绿组装啊，漂亮哈。我耐你。你们四个啊，抓住最后的机会啊！好好，最后一次厨艺比拼了，今天才是决胜局的感觉，好吧？好，那咱也抓紧时间。本节目由喜天猫超市比大小、比长短、比多少、比颜值的良品铺子和咸左面口播特别长的天猫超市联合冠名播出。是的，继续要感谢咱们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小熊电器的特别支持啊！到了公开小童的灵魂美食的时间了啊！对，大家看一看啊，今天到底料理什么？灵魂美食是什么？虾。本来天津靠海嘛，然后就吃到海鲜的机会特别大，然后姥姥经常给我做虾。哎，姥姥做的虾，想找到姥姥的感觉，做虾，很爱吃，因为天津嘛。所有厨娘准备好了吗？好，好，奔向迷你市场获得食材，100秒倒计时，3、2、1，走你！哎呦，走你！哎呦，这个等，哎呦，咋了？哎呦，我这个套路啊！爷，我来了。没有，你不要拿那个虾，不要拿那个虾，你不要拿这个虾。哎，你拿这个虾，我不要拿，这是我的虾。我不拿。哎，你拿那么多虾干嘛？哎，这不你拿我虾干嘛？你每次都给他捣乱的。对。别挡我。别闹，最后决战这是。时间1分1秒过去了啊。别捣乱好不好？我跟你是一伙的。哎，干酪粉在哪儿？冬笋。现在时间还剩35秒了啊，厨男，快点啊！快点！虾给我拿啊！虾给我拿！10秒倒计时，9，你拿这么大招干嘛呀？7、6、5、4、3、2、1，时间到，停。OK， 好了，别溜达了，来。来吧，各位介绍一下自己打算做什么吧。我想做的是一道清香美食，水煮虾丸，拿鲜虾丸，现打的虾丸。对，这讲究不容易的。这我应该挺爱吃辣。我做的是一道米其林6星的菜品。行，好，是一个芝士甜椒配大虾。好，就6星了，听着就不好吃，我不爱吃。我要做的是一个虾沙拉，虾沙拉，这听着就有点虾，沙拉肯定要虾，因为我知道你喜欢吃辣的，辣虾沙拉，虾沙拉。毛晓彤呢是一个特别女孩子气的一个女生，所以呢炸一点的东西，春卷吃着简单又方便，不是虾米皮。这个小彤喜欢吃油炸的倒是有机会啊，爱吃油炸的。小彤，你还再透露点，就剧透一下，你不喜欢吃什么味道？我不喜欢吃葱，我这是葱吗？绝对不放葱，我这辈子不吃葱。这个是要拿来打我的这里，我很酸痛。但是泰式的虾沙拉里面一定有洋葱，所以他还得小心一点了。他不喜欢这个是个冒险的事情。OK， 我会小心的。那就开始，好吧？好，来，老规矩啊，30分钟倒计时，厨艺比拼正式开始。好。来洗洗净，我想好好的做一道。我也是，最后一期了，对，我要好好做一次。对，爹，其实我们这几个厨男呢，还都多少现在经过这10级的训练，还都会的。现在的确是成熟了很多。最后一期再不发挥实力，什么时候发挥实力啊？芝士里面是什么？芝士爱吃吗？芝士啊！我都为你料理啊。他做饭呢，先不说好不好，他每次都会在自认为摆个布。芝士爱吃吗？他一直认为他们是他自认为最强的一个。
枕南这个方法要把那瓜切，不是，我要先做个底座，拿冬瓜做底座。哦，我这道菜实际上是真的见功夫这道菜。枕南开始做一个冬瓜的碗，看他们现在都在考验自己的刀工啊。好像确实是那个。但是呢，大华呢说他不喜欢吃葱，但是大华坚持还要使用葱。没有没有。我会让你爱上葱。这个好。虾这个菜啊，做虾呀特别好做，虾的料理非常多，但虾确实是它本身的味道就很好。我来，我曾经吃过一道菜，特别简单，它就是一个砂锅，里面是烧拿火烫过的鹅卵石。他就把活虾往里一放，把这盖儿一盖，桑拿虾，然后呢，在这个盖子上面浇了一杯黄酒，绍兴酒，那酒就自己从那缝里面渗下去，出蒸汽，就用绍兴酒一蒸，蒸完之后拿出来蘸蘸料的，哇，黄酒的蒸汽，哎，所以他这个菜就非常简单，哎，好了，现在可以开始使用特权了，特权时间到，好，来，沈南使用特权，反正两个人。见到你啊！好，来，什么特权？什么？义气特权。义气特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啊！现在每个厨男在特权开始的时间，平挪到左边那位兄弟的灶台上去，继续他的料理。好，你们可以进行破坏，也可以继续帮助他。好，对，我们要换，来，换位，开始吧，彭磊。好，来开始转。拜托你，你这什么都不要做。那个子枫，帮我把那个虾皮去了就行了。好。OK， 这样好。哎，那个，我现在跟你讲啊。哎，明白，义气啊，义气、啊。等一下，我再跟他讲。就一厘米不到的条，这么长吗？对，这么长的，然后一厘米长。OK。哎，大华，你要我干嘛来着的？那个姜，把它切那个一片很细很细的，就这样就好了。一把那个皮全 strings, 全部都 yeah strings。然后呢？就这，然后你就站在那里。你不信任我，我只能够。没有，我信你，我相信。你信任吗？你帮那个火关小一点吧。啊，没事没事，其实那个没事，小一点就可以了。你不相信我？我相信你。你相信我还是你不相信我？我相信你。你相信我？大华。丝、哦、对对对，把这些很细很细的，多少丝？总共多粗？这么粗？你就切吧。你跟我急是吧？不要用着那个刀指着我。哎，哎，哦，我这个就掉了。哦，我没有得罪你啊。你威胁他。哎，你要干什么？哎，我宝没了，威胁他，萝卜没了，萝卜，春兰快威胁他，萝卜，萝卜，你不要动我，我在后面，白拍了三个月节目了。大家好，我是 Henry， 我吃到偏题了，反击，大华有机会，可以，哎呀，可以，为什么没有爆呢？啊，好喝吧，嗯。多好的兄弟，他是一个我很好的哥哥。哦，咱们好兄弟讲义气，好兄弟一辈子啊！哇，我正在，哎，你不要动啊！我在旁边。哎，我不动。你先放下那刀。我的枪放下来。把虾给放下。这不是你的虾。你把那虾给扔了。那你那个把人给关了。我吧。好 ，OK， 大家，这叫什么意思？哎，这样好，我们一起把它放下来。好，一起，你们这样好，开警匪片是吧？二一，看，没了。OK， 好，又和平了，又和平了。OK， 太不容易了，差点全军覆没了。不要闹哈，不要闹。好，特权时间到。哎呦，放回自己位置，快，一分钟。特权，萝卜条啊！哎，这叫萝卜条啊！还怎么着？我那萝卜条，哎，什么东西啊？这个？我甭忙了。我没给你扔了，不错了。所谓的义气时间证明了男人之间啊，有些时候勾心斗角啊，不比女人差啊。好，还有特权啊，别人可以用啊，快点。有。好，选第二特权，继续使用。来，继续使用特权，互相伤害。快，牵线娃娃特权。牵线娃娃特权听上去就不错，这个全新的特权啊，你是给别人用还是给自己用？子枫，哎。我刚放你包两个虾，
听说我刚才萝卜条整得不怎么着，特别好。晚了，麦克隋，麦克隋，指南选择天线条特权使用在 Michael 身上。好，特权时间开始。来，我们看到上面Michael。所以呢，他会在做菜的过程中，两只手被拴到尾牙上。天线木偶不由自主地动起来，所以即使想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也得取决于天线的人，好吗？好，好，你可以继续干你的事儿了。哎，后面在学的。帮我拿一下这个，谁帮你拿呀？帮我拿一下。哎，人家都一样是木偶。麦克，我的萝卜怎么样？特难吃。哎，你也不要忘了，麦克他还有一个特权呢。Michael， 啊 ，I'm sorry， I'm not good 的。小心啊！你要把线剪断，你要把线剪断。哎，别动，我把这剪了。这个厉害。你别动啊！好香啊，小彤。他是要做一个芝士虾，太棒了！紫风已经做好了一什么了？实在想象不出来他们做完那个菜的样子，我是想不出来的。应该把这水蘸干净。我为了你去炸了一个叶子，但是他把这个罗勒叶洗完之后用油炸了一下，炸成是那种脆。其实原来云南有一种牛干巴呀，用薄荷叶子也是炸的。麦克，你现在干嘛？哦，腌虾。没劲了啊，就是撒盐撒的面积大一点而已。好，麦克特权时间结束，谢谢啊，好累啊，开心的。沈南要开始做他的虾丸了。虾丸怎么才能做的特别有？他要打咬劲，对，要把它打出浆来，就这气势谁能比得了？他一会儿可以用刀的背面来剁着。哦，没错。他，你看，他按我是用刀背的切。哎，我使用特权，来，好，李子峰时间特权，黄泉特权。不，黄泉特权，我们这个黄泉组合是助人一路走好的一个组合。我觉得这不是好东西，黄泉。啊嘿。刚才谁威胁我来着？谁拿了我的虾想扔来着？刚谁呀？谁啊？没有。好，子峰的特权使用在亨瑞身上。黄泉特权，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把。对，简直是 Mission Impossible 啊！不会吧，不会吧，我害怕。有呈现的感觉。哎，等一下，喂，回来。哎，等一下，喂，回来。哎，这真什么也看不见了。耶，我镰刀，哎，特别有一种在黄泉之路上浪漫的感觉。真的还是什么都看不见了。你看，你这演过后，大华已经不见了。大华，你去哪儿了？我在这里啊。大华，你要抓紧时间哦！我看不到什么呀！大华，嘿，跑厨师是可以不用看的。这废话什么意思？可以盲喷。OK， 跑厨师不用看，对吗？感觉。滋出来了啊！
也许是真的，也许是真的。啊！小偷，我为了你，还弄一个番茄酱，你这血够浓的呀！啊！啊！啊！演不下去了，快！这个特权相当有意思，哎，这个好玩，哎，我发现咱们这个节目快结束了，嗯，说了几个特有趣的特权，江总，我挺期待沈南这个菜，今天这个菜没有那么好做啊。这玩意太累了。沈南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做个虾丸里面一定要有肥肉。哦，它能在一起。还有就是它有油脂，因为虾本身是没有什么油的。嗯。剁着玩意剁的没劲儿啊，手。哎呀，手抓饭啊！小球。没劲儿了，多劲儿多的一点劲都没有了。你这活不容易干，这个真的不是三分钟能干的事，要搅上劲儿才行，要把它搅上劲儿才行，不然它一会儿不要换方向，哎，上火了，对，不要换方向。哎呦，拧不开了，要不然你要。好，现在 Mike 随的特权时间开启，黄小厨特权开始了。Mike 可以使用我。对。哇，真厉害了！帮我包这个虾，好，还卷一个 cheese 在里边。哦，呵，这么讲究。好。黄大厨真的，黄小厨时间特别重要。谢谢大爷，别客气。谢谢大爷，别客气，加油啊，加油！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子，这个样子。大爷，你等会儿。我第一次赢得这么坦然，真的。不是你别。第一次赢得这么坦然。你喝了什么东西？你喝了什么药？就这个。哎，是不是？哇，真的吗？好吧。是不是？我心脏有点受不了。热血沸腾。对。现在还有五分钟时间啊！我都不舍得给他吃。好，三分钟，各位，炸虾、炸带鱼、炸这些东西，再炸一次才能变成真正的外焦里面的，外面是硬的，里面是嫩的。它还会颠勺，啊，而这个是你姥姥做那种油焖虾的感觉，对对，是的，颜色上看是的。什么汁啊？那个就是刚才说那个甜椒汁，甜椒汁，甜椒打碎了配 cheese。Michael， 你思考什么呢？还剩两分钟了。这个芦笋汁放点橄榄油，现在时间已经仅仅剩最大的悬念，就是 Michael 到底能不能完成任务。结束了，我先你看回放，现在还剩30秒钟了，浓汤，然后把虾摆了，子峰完成
十秒，来，你先把摆盘准备好了。麦克，快点交卷啊！十秒钟了啊！好好看，这个哎，没错。三、二、一，完成。好，到了这个小童要试吃的时间了，现在心情怎么样？就是饿。我还真的有点饿。哎，那太好了，好吧，来吧。好 ，Harry 先来。我给你做的就是一个虾沙拉，虾沙拉，虾沙拉。还有啊，等一下啊，你在吃的时候，我就给你一点。你快点，一会儿凉了。音乐好不好？他就花活比较多，痛比较多呀。哦，不要脸，你玩这种东西。快点，一会儿凉了。啊，就别太耽误时间就可以了。好。小童。可以叫你我的 baby， 哦，或者我可以叫你我的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可是现在，哎呀，我不爱你，我不需要你，你知道为什么？我只要需要你的舌头。你舌头，我会一定让你的舌头开心。你要让他舌头开心。你舌头，小童，我一定会把你的小童，舌头，舌头弄开心，弄开心，哇。快点，汤凉了。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嗯，我喜欢这首歌。舌头，舌头，这样舌头都开心。这首歌叫《舌头》，看他表情很重要。他舌头很难受。怎么？为什么？好吃啊？很难受。可以试一个吗？嗯，你喂我吧。我。哎呦！快撤吧，快撤吧，汤凉了。好 ，OK， 好。来，收起你的套路。这个有难度啊。你放慢动作了。好，志东。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这个那个丸子汤，而且现打的虾丸，嗯，让你清清口，嗯，感受原始的海鲜的浪漫气质，你就来吧，嗯，这道菜的色泽跟小童的衣服还蛮搭的，嗯，就为你量身定做，这就是那喝了一口就发疯的汤，还可以，我们选的是新西兰的香菜，要疯吗？刺激开到一定程度了，他瞳孔要放大了，你知道吗？哎，等会儿啊，瞳孔放大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轻轻的，轻轻的，深蕴着大海三千年的文明一起来到你的口中。他是吓着了，那是黄泉，什么玩意儿？干嘛呢？该笑就笑出来嘛！干嘛呢？该笑就笑出来嘛！别让我吃了，不要打扰，记住这位。你看我没有打扰你啊！别说话。子枫快。小龙，这样的，这道菜是米其林六星的菜，一般有品味的人都能品出它的味道。我相信你能品出它的味道。你这是给我压力吗？对你这不是吓唬他吗？卖相是不错的。嗯，这是外面层，里面还裹了一层。当然，这是一个西餐，它有两种汁儿，对，两层汁儿。虾的原味是否啊，能够跟这个红椒 cheese 的汁儿混在一起？好吃吧？可以，可以了，谢谢。
2月16号，水瓶座的毛晓彤呢，她的粉丝叫做童心粉。那我今天呢做的这个虾春卷呢，就是有一点童心粉的感觉，就是想说呢，不管从上面看，走到太阳系的哪一个地方，走到哪里，你都会有人去支持你，好吧？我建议呢，你稍微把这个头掰开一点，这个呢是不辣的，可以蘸点辣酱，这几个都是辣的，最好蘸点白酱，好吧？您就又用手，来，用手就可以，这样，对对对，然后直接，哎呀，对，用，然后这样，我建议是放这个辣酱是吧？蘸一下吃啊，就是骗自己，小心辣啊。陷入了深沉的思考。嗯，他这都还可以，很难判断，是好难判断。我觉得四个人都很好吃。别说看小彤喜欢哪个味道。我个人评价一下啊，到目前为止，你们四个同时达到一种让我完全难以选择的境地，这是第一次。你们四个同时都做得非常好吃，真的非常好，非常好，每个人都做得非常好，每个人都很好，很难判断，这个出乎意料。做的就是一个下下啦，射中你射中，哎，怎么为什么？玩命抛，感受原始的海鲜的浪漫气质。Yes， 这道菜是米其林六星的菜，这是外面层，里面还裹了一层，用心品尝，好吃吧？不管从上面看，走到太阳系的哪一个地方，走到哪里，你都会有人去支持你。嗯。我想这四位厨男对这两个大朋友已经非常有情感了。哎，好，大华，你在这儿上过几次台？上过六次。哎，大华上过六次，赢了几次？赢了三次。哎，子枫呢？六次。哎，也是六次，三输三赢。三输三赢。嗯 ，Mike。三次赢了一次，输了两次，输两次，上了一次全胜。他的胜率100%，上了一次。Yes. 好，眼睛闭好，眼睛都闭好，先选出你心中的第三名是吧？好，小彤缓缓地走向了 Henry。Henry 现在心中肯定不甘。哦，脚步停下。好，他已经选完了他的第三名。选完了第三 ，OK， 好，第二名会是谁呢？悬念了，哎，小彤，总不会还是经过了 Michael？ 对 ，Michael 心中肯定不希望是第二名了，对，千年老二走向了风。我说 Henry 祈祷什么？我的天 ，Oh no！ 我的天 ，Oh no！ 好，千年老二，哎 ，Michael， 他们虽然得过第一和第四，但是你得过很多次的第二，得了七回第二啊。你们俩下来吧。好，大华跟子枫啊，再次站上他们久违的熟悉的炮台。小彤，这个最后的时刻交给你了，也是我们第一季《穿越厨房》的最后一集的最后一次评选。对，你最后选出来烹饪出你真正灵魂记忆中的美食的那一位到底是谁？请公布。Henry， 子枫，恭喜李子枫。我记忆中的灵魂美食是大华，大华，大华。好基友啊！哎，哇塞，他们就是学会这个了啊。
好基友啊！哎，哇塞，他们现在都学会这个了。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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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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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哎呦！好，好，好，好！一直这样被水砸，真的很。其实这个也感觉不错。其实真的很开心。特别开心，也给我留下了一些特别难忘的回忆。现在跟亨瑞，我都是他哥了，他是变成我弟了，所以也多了一个弟弟。哇，已经最后一期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出来吧！而且这一次也跟其他的成员一起，真的就玩得很开心。Hello。他们呢将是新的 F 四组，可以很接近他们，现在跟他们就像一家人，所以其实真的很开心。然后我真的会想这个节目，我觉得特别温馨，而且觉得兄弟情在里面表现出来了。最重要的是一个可以认识他们几个人，因为他们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我觉得呢，《穿越吧厨房》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节目。黄老师还有海泉老师，还有亨瑞他们，我们可以交新的朋友，就像这次我们一起做饭，跟就像一家人，特别开心。一起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玩来来来，给他们来一个，来一个，哇，兄弟，好来，好，穿越厨房，耶，好兄弟们。下次再来，帅啊！好。不仅赢了这一期，他还赢了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一季整个的总冠军是大华，掌声献给大华，恭喜大华！然后刚才颁给大华，好，谢谢，好。那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时间很快。这也是一种缘分，这是天注定的一种缘分，不分你我，完全是那种融洽的状态。是，很希望我们这种缘分走到哪儿去，江湖见的时候都是死党。我们成为了朋友，要谢谢海泉啊，这个沈南、Michael、李峰、大华还有小芳，希望我们的厨艺精进，说希望我们可以更热爱生活，热爱美食，热爱家庭，热爱自己生活的每一天。谢谢大家，我们也一起给全国的观众和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节目组工作人员深深鞠个躬，谢谢大家，谢谢。好，来，三二三，穿越吧厨房，我们下一季见。欢迎收看由让嘴巴去旅行的良品铺子和躺着就能逛的天猫超市联合冠名播出的《穿越吧厨房》，同时感谢创意小家电引领者小熊电器的特约支持。你可以叫我宝贝儿也可以。Hello。毛晓彤的灵魂美食Best。哇，是日本料理吗？是不是韩国料理？干了，最后一期要疯了，你来了，直接抢答了，直接抢答，是还是不是？这回我还没答呢，就答完了呀！快点抓他！哎呦我去！哎呀，两个长腿松啊！哎，一直动，一直动，反击反击，好，有机会。感谢联合冠名伙伴，让嘴巴去旅行的良品铺子和躺着就能过的天猫超市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创意小家电引领者小熊电器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以及高端生活用纸品牌洁柔纸巾对本节目联合赞助支持。本节目独家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开始。好，虾的料理非常多，后面再学的。哎，把线剪断，别动，我把这剪了。我在哪里？大华，我在这儿呀。